要是在小朋友都是这种事情，就是最棒的事情了。给零用钱吗？哎，差不多，买东西有没有？爸爸买给你。动。小时候跟长大的感动。等一下，这个能播吗？你爸到底对你做什么不能播吗？哦，你爸带你去长大了。长可以吗？就是啊，教会你男子汉的事情。那个贾斯汀就有对他小贾斯汀。你真的是讲到不能讲的会断麦耶，好恐怖哦！被自动被屏蔽了，对，会被逼，连逼都没有哎，直接消音。哇，看来你被监控了，被监控了，被监控了。这个可以吗？要不要改一下？我有点想改了，我的题目好长，你可以改一下。好了，不管了，大家都好了，我不改了，就这个了，去了啦。哦，怎么这么多？这个太简单了吧？小吉，你这个屁嘞，屁嘞，真的啦，难改啊，真的啦，是什么东西啊？你家多少人？我们两个很小吼，就只差那个啊。我还在 Google 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改呀、啊？天哪！哇，这个秋风，我看不懂你前面跟后面有什么关系耶、欸？哦，因为什么？大家等一下再说，你就改吧。他就那样了。我觉得是两个题目、欸。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。哦。喂，好难盖哦。等一下，先盖一个雏形出来，后面才是重点啊，前面只是在讲时期而已，好不好？后面才是重点。我没说故事，你就盖后面就好了。对啊，盖后面就行了。要怎么看自己是盖到谁？前面会写、啊、那个按 T 前面会有写、就是。对，像我的话，盖那个 B 先生，B 先生。哦，看到了，你看到 B 先生了吗？我怎么这么久都还没有动工啊？我也还没动工，我完全不知道我要怎么动工哎、欸。一拳的感动好简单明了。对不起，我没有父爱。啊哈，我打穿了。没关系，至少你有父亲。我要比照这个 Google 出的，哎呀，不是，我不知道看版权。不知道要怎么呈现了，先来一个就可以有那个自然的 feel。为什么要爆炸？天哪！这有关，这有关。爆炸！哦，所以巧克力盖我的吗？对，我不就说了吗？啊，有关，有关，真的有关。完了，我就玩歪了。不用担心，没那刚刚哪一题没有歪的呢？不要担心。对啊，都歪得一塌糊涂了。对不起。你要想，你花越久的时间，歪越多啊。到底要怎么盖？好难盖哦，这个也好难盖哦，这个、也好困难。这盖出来一定很巧克力喜欢红砖头还是地狱砖？红砖头好了。好，红砖头。你盖我的、哦？对，我盖你的。不是吗？对啊，巧克力，啊、对，巧克力，红砖头啊。哦，是还有红色的。这一定超好笑！
一大一小好了。哎、欸，这小鸡，你爸好猛、喔！那、啊、我好期待哦、喔！我跟你讲，我盖超好，完了完成了完成了！一百分。对啊，应该要这个。好开心啊！很开心，很开心。他应该盖出了什么惊奇四超人？对啊，一定是想到爸爸的好，有没有？对。哎呀，我又拿到煤炭的。你应该习惯了。对。爸爸的好。数字就是不能打出来。我把刚刚那一颗煤炭也放在画上面好了。怎么盖的？这东西要怎么盖啊？我觉得我这盖出来，那个人会恨我一辈子，要把它盖超丑的。会啦，你的存在本身。没有。好酸哦。啊！我恨你。为什么？欸、我出了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出了什么？我在瞬间遗忘我出了什么。繁星，我也好恨你啊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这到底要怎么改呢？你恨死我好了。对不起，这个对话框要再大一点。繁星，你又硬了吗？没有啊。这是要对你吗？天哪、啊！你那什么对话、啊？没什么什么，怪怪的、哦，听不太懂的，对不起，怪怪哦、越描越黑了。哎呦，盖反了！哦，怎么卡卡的？没有，因为我把天花板填满了，刚刚卡了一下。哦、我还想，我刚刚麦克出什么问题？好酸哦！所以我恨他的原因就是我刚才盖天花板。嗯，我觉得我这次盖的也蛮不错的。你以前有这种感觉过吗？一直都有。哎，不小心打翻别人的东西，不是不是，没事，误会误会误会。好的啊，我去，
天啊，我刚才这个房子超丑的。算了，我不想理他了。然后你就直接按下那个钻石上面的按钮，它就会直接美化你的建筑。没有没有，他这个人的爸爸我还没盖。哇，一键美化。对，一键变出爸爸。你不要，你不要又在一堆原始。姐姐，我插他爸爸。你要插他爸爸？你插什么？你在说什么啊？不行！天哪！嗯，他呢？这个发言有点问题。你想对我爸做什么？什么爸爸？讲什么？爸爸，我爱你。没有，我不要你这个毛。不要这样啊！嗯，汤哦。嗯，汤哦，好难哦。好了，就这样了。我这样盖，其他人看的时候是他爸爸吗？我爸又没露脸。用这个方块应该可以了。不对，给他穿件衣服好了。没有，你就是钻石钻的那个按钮按下去就可以。欸，我应该不是最后一个吧？你会是最后一个，欸，你会是啊，我们按下去了，按下去了，我按了，我按了，瞬间就剩两个了。你不用想你会不会是，就你会是。哦，上一场已经三次了，你还没有这种感觉吗？哟，这个还不错。你看，伊藤来了，果然是你会是的。等一下，我差两个数字又来了，数字算了，又来了，不看了，不看了，差两个元素，差两个元素，好不好？看到怎样？素材，素材，这太难了，我按下去了。哦，变亮了，变亮了，变亮了，这怎么黑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我可以给我自己一个项目题目，跟我，我喜欢，这我爸爸最棒了。有没有突然觉得我有盖？为什么有一个合成台啊？有一百分，什么巧克力？这是东西。没有我那个很好，天哪，我不懂。哈？那什么？等一下，我们的题目是什么？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？爸爸做你最感动的事。爸爸做的有趣或者是感动的事。这是什么啊？我真的不懂哎。天哪！哎呦，爸爸好棒哦！一拳可以解释一下吗？这什么东西？我真的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。我是 Google， 它真的就长这样。那个是一个游戏啊，是一个游戏。对，我们关键就是那把。我们题目关键就是把游戏。小朋友一直苦笑，完全看到还忽然对题目失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不知道啊，到底是什么？应该是这样吧。下一个，下一个不要，下一个盖的不要怪我。哇哇哇！你什么鬼？嗯。为什么你还要解除自己身上的状态？没有，我又刚喷了什么？我就喷了个夜视药水啊。你就直接喝夜视药水就好了哈。可是那个夜视是最短也要三分钟啊。你三分，你要猜三分钟哦。没有，我已经猜完了，所以我才解除我的那种状态。哎呦，哎呦，手机是什么东东？没带你看，我看哦，就是那样子。哎呦，那个他们盖的就是他们地图在就是。是什么东西啊？哦。哇，盖好累哦！可以盖人柱吗？
我要盖人设，我想要盖简单一点。你在我后面，那个可会那个你们不会都是帮爸爸买东西给你吗？不是，还有人问爸爸要干嘛呢？怎么都没有人买东西给爸爸，都是爸爸买东西给你。有趣或感动的事情啊，当然是爸买东西给我才感动。爸爸真的好伟大哦，有没有？如果真的有人是帮爸爸买东西，然后很感动，那真的是太孝顺了。给我吧，我好，我好，太孝顺了，太孝顺，太孝顺了。嗯，太霸气哦！好好好，盖盖盖！我就是要这么的简单。哎、欸，那个不要陷害我，拜托你，拜托，算我求你，不是他的题。